我的库西塔。好，李烈火，李烈火来了，兄弟，真正的对局开始了，真正的对局开始了啊！好，跳 C 过来，撒开开。好，都是用计模式。菜包子，菜包子是谁？唐刀。那李烈火打风，之前那个版本不好打，不知道这个版本。别来大猪的配音。胡扯，这个版本多了一个下 C 接下站 A， 下 C 接站 A 的招，我 BC， 这样强很多，强了太多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啊，炫起来，厉不合来，好，跳 C 防空，跳 C 抢空防空都很强。哇，这颗粒感真的饱满，突然失态，穆嘎迪斯，好，又是一个 BC 来了，跳 C 跳 B 跳 C 防空，真怕我跟领导说话的时候也是一句是吧？很耐心啊，打的，你看他打的很耐心，对方前跳很少啊。好，金身指令头撩起来，修正一下。还是这招，连续指令头。那修正最后一下没接上，可惜了。抢几啊？抢二十。抢十一会儿就结束了。撩，好，正身位还是指令头。好，空跳过来。招招克，招招在搞小九九啊。好，暴气。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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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了。要摁死了，必杀，把把都是精华，五比五了，五比五了，啊！我就说嘛，真正的比赛才开始啊，前面都是热身啊。好，斩铁来了，真的耐心。好，斩铁啊，斩铁对李烈火，不是魔改啊，没怎么改，就是改了一些轻重攻击的连段。没怎么改，其实步月，对今天的比分比较焦灼，直接打晕，推板边，哇，真的真的难，啊，一物降一物啊，这是折到十，真的是一物降一物，太强了，动也动不了，喂。啊，同志们点点赞啊，点点赞，觉得比赛好看啊，点点赞啊，点点赞，然后搞搞灯牌，喜欢主播的兄弟啊，可以加个灯牌，加个灯牌。哎呦，我们迅琴也来了啊，迅琴也来了，同志们加个灯牌啊，加个灯牌，点点赞，点点赞，一卡一卡的啊，没事没事啊，后走。干啥啥不行，就是配音是一绝，还行还行。好，跳 A， 一二三四，好，选起来。扫哥真的强，五比五了，怎么加灯牌啊？有了，已经有了，刚说完就有了啊。对，乌鹰腿啊。好，大家点点赞，加加灯牌啊，加加粉丝牌都可以的。助力主播冲两千人啊！走，反身跳，我来了，鸟！谢谢卡尔啊，谢谢文兰，已经有灯牌了啊，已经有灯牌了，伤心了，招呼都不打，刚夺来了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完了完了，直接打晕，鸟，一绝，直接再见。今天不知道是啥情况啊，有的朋友卡，我明天调一下，我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。啊，一哥今天的这种感觉，这种感觉真的是来的
太是时候了啊，突然就来感觉了，之前还没有感觉的，现在突然就来了。 BC， 我抢了三十个豆币怎么没了啊？你不是豆币啊，那个是给你积分玩的，它是积分不是豆币啊。来这儿不卡了，全是民工脸，一点都不民工脸。哇，这个开裂兄弟太帅了啊，是豆币啊，画质这么好，我可能调的码率有点高啊，我明天重新调一下吧，现在改不了了，我可能开了10000的码率啊，有可能啊。对，粘铁很强，粘铁就是折，上下折啊，左右折，一边开直播一边开叉开视频一边直播，没有啊。哇，突然就来了，这种感觉太美妙了。7-5了，现在一哥暂时把比分加大了2分啊，可以的，今天就是一哥之争，那时代那种时代的处境。好，近身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哇，这是隐身流，完了，再见，跳得太高了，兄弟。月华一我喜欢啊，月华二呢也不是不喜欢。大比分领先，大比分领先，怎么这么熟悉的这句台词？是捏哥说的吗？是捏哥的台词吗？啊，今天的粘体让我们看到了，掉帧忒难受。另外一种可能，一跟二的区别蛮大的，主要的区别在于它的就是乱舞奥义啊，就乱舞连，就开 V 连。开 V 连的话，二代有四种，好像是哦三种，不是四种，三种，只有三种方式啊。但是一代的话，它是比较开放式的。啊，同志们有人气票的话，刷一刷啊，刷一刷啊。打法非常干净，每个人都有台词啊，台词表现的一种是复杂的人格，对，还有偷针啊，偷针打法，普通连的偷针打法也是比较那个有用的。三本目，抢二十啊，抢二十，没想到双方抢十都打得这么慢，可以连晕的啊。确实可以连晕。Look at this。好，刚才是一个前前，今天捏了吗？捏了。哇，7-6啊，这比分焦灼。